你关注着点我的动态呗，如果再有的话我还会发，因为我现在手里都接了老多单了，然后玉米吧还现掰现发的，我不敢接单了，我怕再接单到时候没有发不出去了。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回复好多人问我玉米的事儿，我现在真不敢接单了，就是虽然我们发走了很多，但是菜园子还有一些然后没成熟，我也计算不出来到底有多少磅，我怕我再接接接最后没有了，这店里面一打单子了。嗯，姑娘，你笑有点狠。这么一瞅，这孩子以后能孝顺呢？你看，现在就给他爸抠耳朵呢。他愿玩。他不是愿玩啊！你瞅这小样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。嗯。咱们不是把玉米发走了之后，剩下了一些不好的吗？嗯。我给拿回来了，咱给他叭叭叭叭糊上吧。你那天在店没糊啊？没有，我今天拿家了。店里没有闷罐。啥情况啊？这啥情况啊？哎呀妈呀，看不着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老是急了啊！刚才不知道咋回事放鞭炮了，我以为在那边呢，后来上这儿来看，在这儿放的。哎呀，就像开演唱会似的，可热闹了，好像是哪个地方开业还是说夜市啥的，老热闹，嘣嘣嘣的那个音响。我寻思把这个苞米赶紧呼家伙，跟我们骑车上那边看去，凑热闹去。这要是家跟前开个什么大型的，这以后我不就能逛去了吗？你俩都是不是幼儿园毕业典礼？幼儿园毕业典礼能8点多开吗？快点的，一会儿结束了。啊，这是前两天我们掰下来的，然后剩了一些不太好的，我们自己家留着吃了，结果一直放在店里头了，没煮。嗯，我在店里面那锅太小，我就没煮。是啥样的呢？就是这个顶上，你看长得不是很饱满，还有就是有一些像要鸟给刻了。小鸟。对，我们就不能给你们发走了，完就自己家吃，一点不影响口感，朋友们。完了，还有就是大家别着急啊，就给你们单号了，或者是那个你们给我订的那种没发货的，你们咱得等玉米熟了的啊，一波一波的。好像是又上去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摆。他就是时常一两天就上去，他也着急啊，就赶紧发走。我表妹现在都成那啥了，我天天被追债了，我天天被追债，我是追债人，我再整不好哪天我都成被告了，黑名单了。不是说话不算数，是真的预定，咱那预售预定啊。这个玉米下来的时候我不在家，到现在哈、啊、我一磅都没吃上呢。但是我看好多朋友反馈说呀，好吃啊，还行哈、啊。你看没烤僵，那放几天咱又没啥事。你看这种，这不就是小鸟给刻的吗？我们发货时候都给你们提条，如果说你收到了有这么稍稍发现的了。饶过我吧，可能是大意没看到，实在抱歉啊。如果有的话，不耽误时间，但我们一定会细心挑选。主要是回来之后，最后那批玉米是我发的货。对，要不说还得拿闷罐。这闷罐我都记忆深刻呀，以前在老房的时候，哎，咱爸给我买的呢。买完之后，咱爸心里可难受了。买的小了，跟他家比起来，我那时候上他家，发现他有这个大闷罐，还挺喜欢的呢。我那时候条件不好，咱爸给我买，特意大碗给我送的，所以这个我一直用。今年没捞着在菜园煮，年年都一大锅。哎呀，咱没掰完呢，你等掰完剩下那个歪瓜裂枣的，咱就在山上煮了。那胡苞米印象多深刻呀，谁也卡了吧，咱都。真沉。大成，你看点这锅呗，这苞米放的有点多，别扑了，你给我瞅点啊。行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你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刚才回复客服了，等一下，你不能催我，你催我有罪。穿衣服干啥？你找点理由。你看住锅啊。你不用你那个得瑟，孟琪说得瑟。你不用得瑟，那锅那个玉米要没好，你看我给我解。锅汤躺着，我喝它。嗯。刚才就是在那个方向，现在没声了，是不是结束了呀？好像没有，也好像结束了。快走，上车。哎呀，好像是幼儿园呢。干了个尬了。得亏没跑出大门。幼儿园毕业呀、啊？举办什么活动了？就收拾东西呢。啊，就这儿啊，刚才。这是开什么晚会呀、啊？什么？完在卸灯呢，看见吗？完事儿了。啊，
这么回事啊，这么事儿啊，早点来看好了。这热闹凑的多好，做梦都没想到是幼儿园，我寻思这么晚了幼儿园能这么疯狂吗？我刚开始寻思出去上后门，然后往那边绕，看啥地方开业了，没等绕呢，我看这个幼儿园灯亮的挺邪乎，我就过来了，结果是他。那刚才放炮了呢，礼花老板啊，这是开什么派对啊？你看那屋里面都背书包往出走了，刚才放炮是因为结束了。快走吧，睡没睡呀？啊，咱爸就没在家。哎，亮灯了，一个人一个嗓子，咱爸。咱妈在卫生间呢，应该是洗衣服呢。Hello 啊。哎，什么味儿？你们吃啥好吃的了？豆角，炖豆角。哈喽啊，哎呦，我黑没黑？感觉还是故意的，想没想我黑了？听说你们吃苞米了，我还没吃早呢，是吗？在家哭呢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俩咋回事？哎，冰箱有啊，你没知道？我姐带我出来凑热闹来了。刚才你家这嘎不放炮了吗？她说开什么大型游乐场了，好像。你们看看她发烧吗？幼儿园那什么搞活动，什么亲子活动，什么玩意儿？我以为咱那附近开什么大商场了呢。我说这话能开什么大商场啊？今天晚上有点吃少了。咋的了？吃多了。等等啥菜呀？豆角豇豆。一斤多豇豆，然后炒呢，得有一斤多。完了还搁。完，你妈还煮个什么两碗面条？完了还有这么大一块那个肘子肉，那个咱姑那肘子我三顿都吃没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饭咋的了？饭你几天了？克了了？几天没吃好的了？你妈去跳舞去，我一寻思都吃了吧。不是我妈跳舞你都吃了，这是吃这俩两项有什么关系吗？反正你妈也不吃，我就啊、我寻思我妈跳舞去，你跟跳舞多吃点蹦的蹦的呢。她的意思就是趁着我跳舞去没在家，她就猛造一顿，要不我妈就不让她吃，控制她了，控制她，给个准信吧，咱苞米啥时候还能白结吗？哎，这两天不晴天呢，晴天晴天就坏，那晴天三四天我天天被追债呀，天天被追债呢。苞米太嫩吧，不好吃，让它盛一盛，长一长，对对，让它盛一盛更好吃，所以再等个三天四天的。吃苞米吃啥的，相信我妈，我妈会吃。对，你相信我没错，那太嫩的吧，它不好吃，真不好吃。妈，要是老的玉米怎么整好吃？煮开花，我替咱妈回复你了。哎呀，老玉米搁锅一煮，煮的全开花了，像大碴子黏糊，然后这老好吃了，真的。你爸想吃了，太嫩的，他说就煮不开花。我不愿意吃这些东西。你愿吃啥？愿吃肉。看我妈的眼神。今天哈、哦，这晚上又喝了。喝了一点儿。一瞅那脸就喝。今天老难受了，今天。喝酒喝多了。不是，面都堵的，这么难受啊。放开嘴里了。今天跟你妈来干活，也不怼我，给我气完了。难受啊。受不了，你瞅瞅，咋样了玉米？我又添了一锅水，你不扯，你煮半天，这啥时候能好？没事儿的，我看他卖苞米就这么煮，煮两开了是吧？两开了。两开了，我走这么长时间，应该好了，关了就行了，闷着，明早我再吃。闷着。嗯。跳下老店要吃啊。那你就这么闷着，他大伙饿就过来拿，拿底下的肯定熟了。